国内先锋摇滚领军人物汪峰于9月13日下午通过个人微博侧面证实自己离婚的消息。汪峰在微博中写道：终于告别了曾经那些烦扰的风筝，终于看清了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，终于可以和过往绚烂的虚妄说一声再见，终于回到了一个人充盈清澈的生活。许多年过去，写过那么多字句，唱过那么多旋律，却从未书写好自己那爱的诗篇。妈妈，对不起，从你那忧郁的眼中，我看到了你的担忧。没关系，谁活的都不轻松，都会好的。我会有属于我的幸福，就在不远的地方。从此，我依然相信爱情，相信未来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上网看好声音，只在搜狐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夏。